我才不爱你呢。你给我业主方便面还加俩鸡蛋，你说你不爱我？我煮狗鸡蛋，呸！你给狗煮方便面还加俩鸡蛋，我呸！我煮狗鸡蛋，呸！吴静，你就承认你爱我，你怎么了？呸！我才不承认呢。你是我的初恋，你是我的最爱，你就是我离不了的婚。你就是一无赖。谢谢你提醒，我还真就是一无赖。我告诉你，我就赖上你了，这婚我不同意，你也离不了了。别跟我再说离婚了，别开玩笑了，我呸！呸！离婚，马上离婚，没门！踩死你，没门！呸！你给我玩去，你给我玩勺子棒去！呸！呸！哎，先生，这儿不能吸烟。谁让你抽烟的？管得着吗？我看你俩还是别吵了，再回去好好商量商量啊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呀？都给我玩去！又不是拍电视剧的，一个个。凭什么不让人家看呀？懂不懂尊重别人？我告诉你，外面都是我的超级大 fans。我呸！呸什么呀呸？你就是我的超级大 fans。我呸！哎，不是，我问你，我到底哪儿好呀？让你成天欲罢不能，使劲欣赏我。我怎么就这么爱你呀、啊？看你吧，下一对啊。